大家好，这里是猫记。今天呢，我们要玩好久没有玩的感动人心的昭和系列。这款呢，就是我那年的暑假。那这款也是蛮新的，是今年2020年，好像7月份还8月份它发布的，也是在手机上的游戏。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玩玩看吧。目所及处皆是美丽，手触碰的一切尽是光辉。这是一个暑假的回忆故事，虽然它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炎炎的夏日回忆，那宛如珍宝一般的时光。啊，马上跳出来开篇，因为它下面也有广告，想说要不要？因为我刚刚有调那个画面。那我把它卡掉，对，这样子看起来，稍稍大一点。好，继续开篇一，终于到了，点点点。这是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记录是什么？存档吗？不是不是，一个人也没有。叔叔，糟糕，晚点了。啊？你是？煞界君，那个念煞对不对？太好了，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是我，你叔叔还记得吗？不过你一个人就来了，叔叔我还很担心你啊。我太担心了，所以来迟了。哎呀呀，你可真是长大了，甚至见到你的时候你还穿尿布呢。啊。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家吧。我把车停在那里了。那年夏天，我来到了爸爸的老家，濑户内海的一座小岛上。因为一些原因吧，我从很多年前就跟着妈妈两个人一起生活了，所以也是很久没有来过这里。妈妈的工作太忙，所以我只好孤身一人到这座岛上过一个夏天。就这样，这个故事拉开了序幕。开篇二，哎，我们回来了，来了，哎，欢迎欢迎，夏天君，好久不见了，你还记得婶婶吗？记得是吗？也难怪了，不过你真的长大了，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又是穿尿布啊，而且跟哥哥他简直是一模一样啊，到底是父子俩啊，是吗？哎，有什么话就再说，让我们先进去吧。哎呀呀，也是啊。好了，请进吧，我们家有点老旧，也有点脏，希望你不要嫌弃啊。奶奶，妈，来正好，夏季来了，又老又脏的家，真的对不住你啊。哎，讨厌呐，被您听到了，妈，你可是是疯了啊！我打招呼吗？您好，我应该是麻烦你啊。今后要麻烦您了。你看，夏静静是不是很像哥啊？希望怪里怪气的地方不要像他。哎，什么嘛，不要开这种玩笑啊！好了，我要回房间了，今天膝盖不太舒服。前途堪忧啊。没事啊，很快就会习惯的。好啦，夏晶晶，我带你去你的房间，跟我来吧。是，就可以的。你很紧张吗？是的，不用这么拘束了，就把这里当自己家就好了。这也是你爸爸的家，就等于你自己的家。好，那婶婶我就要开始准备晚饭啦。在饭烧好之前，你可以到附近转一转哦。可以抽奖。你将作为下界，在这个岛上度过一个夏天，会有什么故事正在等着你呢？好啦，现在来讲解一下怎么过渡。
度过一天。首先选择准备。哦，他现在这次的玩法跟以前的那种，就是以前是昭和的那种杂货店啊什么的玩法不太一样。背包里的道具组合会不同，刷新回去的地方以及回家的时间也不一样。这次只装食物进去。准备工作做好了，就回到导播商店。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回来。回来后会稍微告诉你一些他在外面遇到的回忆。暑假的正确过法，大叔稍微教会了我一些怎么过暑假的正确方法。来到了刚刚的码头，想不到还挺近的嘛。诶，什么啊，是啥剑，怎么走到这里来了？我也不能去其他地方。是吗？也是啊。出去晚饭之前我可以随便玩，但是我到底该做些什么呢？这当然是由你自己决定的。诶，你想做什么？在做什么？现在可是暑假。暑假？不过突然这么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什么啊，城里的孩子连怎么玩都不知道吗？好，没办法，那就让我这个人生前辈来传授你心得吧。心得？在准备工作的时候，给沙界带上不同的东西，沙界会去不同的地方，还有回家的时间都会不一样。如果带上足够吃饱肚子的食物，就能去很远的地方。现在的话，暂时就只能在附近转悠了。等过几天，就能去远一点的地方了。叔叔，你在跟谁说话呢？啊？你在说什么？当然是你啊。是吗？是啊，你就好好听着吧。少杰回家的时间，差不多说15分到45分的样子。这段时间的话就只能等了。怎么说呢，在夏季回来之前，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好做，所以你大可以做点别的事，等着夏季回来就好。经过了一天的时间后，一天就结束了，就到下一天。暑假共有31天，不过就算什么都不做，日期也会自己往前推进，不用担心。哈哈哈，说了这么多，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想怎么过就怎么。不过不用想太多，好好地过每一天就好。这就是暑假的记忆，怎么样？明白了吗？差不多明白了吧？是吗？那就好。不过有些事我想问。那个，你说的那个出门的时候要带的食物要怎么得到呢？当然是买啊，在我们的导播商店。那是我们家经营的一家小店，不是直接送我的吗？说什么傻话呢？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啊，这可是生意啊，真小气。没什么，现在能说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吧？啊，快没电，在晚饭之前自己好好的玩吧。四处走走，到处看见，也花了不少时间，毕竟是住小岛。明白了，感觉上是吗？啊，糟糕糟糕，我还剩货呢，姐姐呢？啊，突然发现这么多事，感觉脑子有点乱，我能行吗？小姐看到的、听到的遗憾事，可以在画面下方人物清单或是地图回看。刚刚的说明也可以在人物清单功能表的下界中对话清单中随时可以看哦。所以他是靠捡一些物品啊，就来换取那个钱币。可是我们这样子推进，我在想，对啊，如果没有每天玩的话，不就是时间会推进？他会回复第一天啊，可以重复游玩，等于说我们没有收集到的东西还可以重新收集。对对对，他这边说会全部继承，所以不用担心。
说明就到此结束咯。那我们现在丢了呢。这出没有人算的道具，有道具秘密没有？电哦，很贵的，买不起。荣誉区附近。去哪里？岛上要买东西就来这里，从日用品到食材一俱全。目前是没有东西。这是刚才的。好，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人物。煞界，好。我非常平凡的小学五年级生啊，好难啊，自我介绍什么的，反正之后自然就会知道啦。还蛮多的，那我们看一下婶婶。我在住的这个家里的婶婶每天都会做好吃的饭菜，她从来都不会生气，和妈妈完全不同类型。 OK， 奶奶。我的爸爸的妈妈生于明治时代，是个很顽固也很严厉的人，其实我挺不想见到她的，但是没办法，我毕竟需要住在奶奶家，还是得好好啊，还是得处好关系才行。叔叔，虽然看起来有点可怕，但其实是个很好的人，和爸爸完全不同类型。剩下狗宝就是那个乘客吧，不是乘客，那个不是乘客的那个客人呐、啊，乘客想说要进来收藏。哦，我们的下界出门了，原来那他一样可以看广告，我觉得看广告应该也是可以说去获得一些钱币啊还是什么。而且他这里是不是可以抽奖？这些什么玩点什么吧，每天都好开心。暑假永远都不会结束就好了，去哪里玩玩吧。那其实它的运作方式也是跟之前的昭和系列差不多，就是去等待，因为你等待的话它也是会有金钱的收入，那这样的话我们到时候就可以买些东西。容易去付的，虽然我们买的钱包可以去附近，是不是？那我们买一下。虽然我们已经出去了，没关系。哦，秘密好贵哦，要它是可以遇到没有见过的人，是一场魔法时钟食物。那我们到时候食物就是。目前我们刚刚都有的样子，那我们以光光给他带什么东西？好像出远门的山城鳗鱼饭嘛，直接让他去出远门去了。他刚刚跳广告，我忘记说他会跳广告。我想要抽奖看看他这能干嘛？上街在外面时不时能捡到东西，收集一定数量后就可以抽奖，五张可以抽一次。啊，五张才抽一次，好啦，抽啦抽。三等奖，随便选一个，这个
那个比较贵，所以先写那个。那它其实它机器的画风啊，就跟之前有大不相同，而且整个画面颜色，我觉得整个变得蛮漂亮的，很喜欢。只不过因为现在下界出去了啦，那我们他是跑到外滩了。可是我们这样是不是没办法看说他去那边的情况？那我这样可能就真的只能 OK 哦，我可以按去海边，可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好啦，那我觉得就先玩到这里好了，因为我觉得要等他回来，因为他说要15至45分嘛，而且我刚才要给他吃那个出远门的东西，所以他肯定要很久，因为他毕竟这一款他本来就是有点半放置的游戏。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啦，我们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